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节目超好笑的，怎么这样子啦？啊，对了对了，小金小金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师有说啊，要我们想个作业，你想好了吗？作业？嗯，老师有出什么作业吗？啊，你又忘记了。老师有说啊，祖父母节快到了，然后你要谢谢爷爷奶奶，所以呢，要帮他们想一个庆祝的方式，写成小作文先给老师看。哦，你说这个作业啊？哎呀，你不说我都差点忘记了。那你有想到什么吗？哦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但是不能说。哎呦，花花，你不要这样嘛！我跟你说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学你。你跟我说嘛。真的不能学我，我保证。快点说，快点说。那我跟你分享，我打算呢带我爷爷奶奶去赏花，然后教他们很可爱的 pose。然后呢，我再把这些好看的照片洗出来，你们很棒。哇，拍漂亮的照片，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哎。而且不止这些哦，我要用我的巧手。帮他们加上美美的相框贴在我们家里，再来一场温馨的下午茶。哦，花花你好会规划哦，那我也要来好好想想我要怎么帮我爷爷奶奶过祖父母节。那我帮忙你，你爷爷喜欢什么？我爷喜欢讲笑话，奶奶喜欢跳舞，还有吃点心吧。那怎么太普通了？哇，爷爷，你看那个树上那个大猩猩，好厉害，还在那边荡来荡去，哎，飞来飞去，哎，真的很厉害。不过我们家的回来了，妹妹小猩猩也很厉害啊。小猩猩，哎，你说天上的还是地上的？对，天上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可爱哦。爷爷奶奶、弟弟妹妹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姐姐回来了，姐姐回来了。这么大声，坐坐坐，一起看电视啊。哎呦，不要再看了啦！姐姐，你怎么把我们电视关掉啦？哎，姐姐，我还要看哎！哎呦，先不要看什么星星了啦！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宣布。那为什么要关重要的事情？该不会我们家姐姐考试考得很棒，要给我们看考卷吧？不是，好像就半年给我们看考卷，好像是半年前的事情。不是，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吧？姐姐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说啊！对，还是你在学校被欺负了？奶奶替你说理去。嗯，哎呦，没有没有啦，爷爷奶奶，你们不要担心。我今天呢要跟你们讨论的事情是有关你们的事啊。我们的事，老太婆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没事啊。老头子，你哪里有事啊？我没事啊，我们没事。哎呦，你们有事，你们忘了那件事吗？哪件事啊？什么事啊？哎呦，这是你们的节日，祖父母节快要到了，我想要帮你们好好的庆祝一下。哦，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家姐姐好用心哦，还记得我们要帮我们过祖父母节。真的，而且啊，还有刚刚妹妹又跟邀请我们一起去他们学校祖父母节的活动呢。嗯。哦，妹妹的幼儿园也有活动哦。没错，我们幼儿园呢有办活动，邀请爷爷奶奶呢一起去闯关。嗯，他们幼儿园活动超级好玩的，爷爷奶奶领会超级开心。没错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听说活动啊有套圈圈、套圈圈、呼啦圈、呼啦圈、吃甜甜圈。哎呀，我最喜欢这环节。对，还会长出的呼啦圈、甜甜圈出来，游泳圈。跳舞保养的，对，有保养，有保养。那你们除了期待妹妹那边的活动之外，你们也期待一下我的嘛，我也有很精心的准备哦。精心准备？准备了什么？对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讨论啊。
啊、哦，还没有准备好啊，还在想，还在想，那就叫没有准备好啊，为什么还要跟爷爷奶奶讨论呢？对啊，姐姐，那你这样问了，不就没有惊喜感了吗？没有惊喜，还是有啦，还是有啦。我有一些想法，但是还是要听听爷爷奶奶的意见吧。啊，对对对，这样很棒。嗯，奶奶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哦，我呢就是希望啊，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外去踏踏青，哦，赏赏花，哇哦，没错，吃个下午茶。太棒了，奶奶，果然是奶奶最懂我了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哇，真的？那我们祖父母节要去哪玩呢？我们可以去儿童乐园玩啊。哦，你们知道儿童乐园吗？有那个云霄飞车，还有自由落体，超好玩的。云霄飞车啊，还有自由落体，世界这一种这么刺激的，你确定我们可以？我们要乐观一点，老太婆，你想一下，30几年前我们不是也去那边约会过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一样嘛，想象坐上云霄飞车，系上安全感，慢慢的往上升，准备到最高点了，来了。往下冲！超刺激，超好玩的！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！我们怕心脏受不了。是。有了，我还想到一个，去迪迪妹妹最喜欢的。你们最喜欢什么？鬼屋。不行啊！我们把电灯关掉就不敢睡觉了，不能去鬼屋，很可怕，姐姐。姐姐，你想的都是你喜欢玩的，根本我们不能玩，爷爷奶奶也不能玩啊。那旋转木马，你总能玩了吧？好像可以，对不对？咖啡杯啊，还有什么？儿童乐园是不是不错？泡泡车，泡泡车，儿童乐园可以，可以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玩完之后去吃大餐，炸鸡、披萨、可乐、炸鸡。好像吃大餐这个环节，爷爷奶奶赞成投票，可以参加，可以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只要全家人一起去吃个简单的餐馆，爷爷奶奶就很开心了。对呀。等一下，奶奶，你刚刚说简单的餐馆不可以，我简单的餐馆我们平常就在吃啦。这么重要的节日，我们当然要选一间风景很漂亮又优美又浪漫的餐厅吃饭呐、啊。好，你们想象一下嘛，我们一边看着漂亮的风景，然后一边呢切着香喷喷的牛排，哇，超好吃，超浪漫的耶！你听到他切牛排的声音吗？感觉好硬啊！吃下去，我牙齿会不会也？不要说你的老太婆，我的假牙啊，对，可能咬不动啊。不行，去跟姐姐说。姐姐，还是我们要不要改吃简单一点的台式餐厅？好啊，或是川菜馆？好啊，里面有一些比较软嫩的菜色啊。嫩豆腐啊，蒸鱼啊，对，小笼包啊，好吃哦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讲的那些菜平常都在吃啦、这样一点都不特别。我刚才讲的那间餐厅啊，我知道它还有套餐899、999，还有1099，好多种选择哎，我们还是去那边吃嘛。899、999、1099。等一下，我跟奶奶开个小组会议一下。好，两个人。1800还可以，3个人，2700可以的，4个人，3600还撑得住，还行啊，哎呀，5个人的话是多少去了？5000。老爸，你没事吧？我告诉你，他们还有服务费啊。服务费？不用担心，老太婆。这个牛排啊，这些肉我们自己带去餐馆，自己煎、自己切、自己端上桌，就不用服务费了。听爷爷奶奶那样说，有道理。好像那个餐厅有点太贵了，还是那边有儿童餐，我可以吃便宜一点，没有关系哦。而且姐姐，我觉得爷爷奶奶的脸看起来就是我不喜欢。我也要看。
真的不喜欢。爷爷啊，奶奶，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的意见啊？你的刚刚的意见，我们觉得很喜欢。这样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我们两个觉得没有不喜欢，没有不喜欢。你就诚实的跟我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嘛？如果说一家人去吃东西，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好，不用挑那么贵、风景那么好的，重点是一家人在一起嘛。还有啊，去游乐园玩东西，像是那个云霄飞车，自由落体啊。我们两个老人家可能没办法去玩，怕去了会浪费钱呐。对呀，对呀，还是既然我们想吃又想玩，奶奶提一个，我们一起去野餐怎么样？我要野餐。对对对对对，野餐不错啊！吃完之后啊，我们全家人在草皮上面踢踢球啊，打打排球啊，打打羽毛球啊，是不是感觉很棒呢？真的真的，难得今天我们老伴提出这么棒的建议，奶奶只双手赞成。我也赞成。好啦，我也赞成。太好了，四票全票通过。一开始是想说这么特别的节日要好好帮你们过啊，可是我忘了过节日的人是你们，所以你们喜欢我就喜欢。嗯，谢谢姐姐，你有这份心意想要帮爷爷奶奶过祖父母节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替爷爷奶奶开心最重要了，爱你们。好好好，姐姐最棒了，奶奶也送你一个小爱心。我接收到了。看不出来耶，看得出来，真的吗？仔细看，还真有一点，好像有一点哎。嗯，爷爷奶奶爸爸，嗯，爷爷奶奶爸爸，对，你们在看什么啊？看什么？看花瓶啊。嗯，花瓶。嗯，我知道你们在看花瓶啊，但有什么好看的？当然啦，这花瓶不一样，看不出来吗？嗯，它价值非凡，不是一般的花瓶。嗯，是吗？那我看。哦，可是爸爸，你说它不普通，但我觉得它看起来很普通。不不不，弟弟，你睁大眼睛仔细看，看看它的设计、它的粉彩、它的工艺，都是非常的不普通啊。对，是吗？不普通之外，还非常非常的昂贵呀、啊，很贵，很贵，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贵，那要小心。来了，在做什么？上面这样摘一摘，秋尾，让我摸摸看。哎，金鱼，这不行，这不行啦，可以摸的。你们能做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扔大惊小怪呢？慢慢的放下来，来，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兮兮啊？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花瓶吗？哦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花瓶不普通，这是隔壁邻居今天暂时先借放我们家的标完炮。爸爸，那隔壁邻居很奇怪，自己的东西不放家里，有什么要放到我们家里呢？哥啊，就是因为他们家要装潢，就怕那个装潢工人啊把他打破。嗯，所以呢，先借放在我们家一个晚上，明天就还回去了。明天就还了？明天就还了。好，那就更不要紧张啊，才一天而已，一个花瓶可以发生什么事呢？还有点晕啊，好像是哎。奶奶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赶快起来啦，花瓶没事就好。奶奶没事吧？爷爷，你太夸张了啦！
刚刚地震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找掩护，怎么你还顾着花瓶呢？爷爷，我才不夸张，这个花瓶的价格才贵的夸张啊！爸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不能这样！地震的时候就要赶快先趴下，掩护稳住，你都没有趴下。如果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的性命比这花瓶还更珍贵啊！花瓶破了没关系，反正我就赔就好了嘛。哦，是多少钱啊，爸爸？我也不知道，很便宜啦，几千块而已啦。对啊，赔得起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爸，儿子。喂，儿子啊，接电话。喂，老爸，什么事？这个花瓶啊，不是几千块，它的价格啊，有六位数这么多。六位数、欸、怎么可能、欸、我知道学校有教算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十块哦，那还好啊，六十块啊，弟弟应该要这样算啊，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七万啊，十几万，喂爸爸，爷爷说十几万哦，喂爸，嘿，没关系，我有一点存款，花瓶破了没关系，我赔得起，你的性命发生什么事情更重要，我赔不起，要保护你自己了吧，插播一下、儿子啊，原来几十万你存款私房钱这么多、哎、妈我说说而已，你不要乱听，再见，对，不是不是，这老王也真是的，怎么才一个晚上偏偏选我们家放，哎，虽然才一天，我觉得时间好像过得好慢啊，哎呦呦，不行啦，这样子不行啦，我们呢得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哦，不然呢、让爷爷一个人这样保护爷爷压力也太大啦，我提议我们大家轮流来保护他，哎，这个办法好，不然我像刚刚那地震一个人顾，我的头发又不知道白了几根，心脏受不了啊，好像白了三根呢、三根这么多，不过爸没关系，哥哥提议非常好、保护花瓶人人有责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举行一个保护花瓶行动，好不好，好好好，大家一定要团结一心保护花瓶，叫叫叫，我觉得哥哥提议好，我们全部人一起来好好保护这个花瓶。没错没错，我们一家人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起有难同当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哥哥弟弟你们先顾，你们呢不能太晚睡。然后呢，爷爷奶奶还有爸爸我呢，我们就来顾晚班。晚上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。各自行动，出门。快！好，我就一边嗑瓜子陪弟弟顾花瓶。好，那爷爷我可以碰一下。你说啥？花瓶？别别别，不不行，这里有点硬。痒哦，猫猫不要烧我痒了，猫猫不要烧我痒了，真是的，猫猫在梦里一直烧，猫猫，花瓶呢？花瓶？花瓶呢？怎么变成猫猫了？
哎呀，不好了，家里遭小偷了！小偷！花瓶不见了，爷爷，几十万的花瓶跑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变成猫猫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大家来坐。老头，你一大早鬼吼鬼叫，就是因为花瓶变成猫猫了？老太婆，几十万的花瓶，我不鬼吼鬼叫，难道要用唱的吗？早上发现我的花瓶不见，手上变成了某某 A。 我就看你睡得甜美呀，换了花瓶换来某某陪你睡，陪你睡，陪你睡。哎呀，早上我把花瓶拿去还了，你们别紧张，坐坐坐坐坐。所以没有不见了，兴奋都要跳出来了。你怎么没有叫醒我呢？自己把花瓶拿去还，换成了某某。啊，我就看你睡得很熟，都打呼了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某某来陪你睡啊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对啊，好险没有这样子啊。还好花瓶拿去还了，不过这样子也好啊，我们一整家的重担就。对啊，要不然昨天晚上我们家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，就因为一个花瓶。现在啊，反而好一点，轻松一点。是啊，是啊，像我们家本身就没有这些如此珍贵贵重的物品，是不是过得反而舒服自在多啦？同意哦，奶奶。这样子啊，才不会担心我一下子是坏那个，一下子破这个的。哇，整天都提心吊胆的，太可怕了。我有个体悟。所以啊，应该要像我们家这样，家里面没有什么贵重东西，平平凡凡的，这样才是幸福啊。对不对？你们说的通通都错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家也是有珍贵宝贝，有爷爷还有奶奶，哥哥弟弟和妹妹呀，还有妈妈跟我天生一对。哦，还有这些宝贝啊，都是宝贝，所以我是大宝贝咯。啊，你是大宝贝，我是小宝贝，那你是三宝贝。但是爸爸，你刚刚没有摸。你看，我觉得啊，我跟梦梦的眼睛一样哦，都圆圆又大大的哦。你圆圆又大大的，那你看一下我的眼睛，是不是也圆圆又大大？我觉得你跟我好像不太像哎。不太像吗？不可能啊，我们是兄妹。哎，真的不太像哎。但是我觉得我的鼻子跟爸爸一样哦。让我看看。我觉得我跟爸爸没有一个地方像哎。怎么可能？我看一下。你好像跟爸爸真的不太像。对啊，是因为妹妹你长得像妈妈呀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跟妈妈最像了，因为妈妈最漂亮。那我就像爸爸，我很帅，跟爸爸一样。对对对。欢迎光临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来就好，你们玩。好。好。跟妈妈一样。我妈妈最漂亮的。爸爸大水狗。是谁呀？啊 ，Hello， 你好，贝果水电工，请问你们有叫水电吗？哦，你怎么会过来啊？妈妈是谁啊？哦，妹妹，叫爸爸。叫爸爸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是妈妈叫我叫他爸爸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上一个客户临时取消，我就提早过来了啊，应该不会打扰到你们吧？我是还好啦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会过来，我不知道，还是有点惊讶。那个是妈妈的朋友吗？可是我以前都没看过他哎。你没看过，我也都没看过他，他到底是谁啊？妹妹，赶快叫爸爸！妈妈又叫你叫爸爸了。弟弟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妈妈一直要叫我叫那个水电工叔叔爸爸？
妹妹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他可能真的是你的爸爸哎、欸。弟弟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哥哥说了什么。哎呦，刚刚听到了门铃声，是谁来的？爸，是你啊。哎呀，妹妹，赶快叫爸爸。等一下，我这样，我想的可能就真的没有错喽。这个水电龙叔叔的脸跟妹妹的脸好像一样多，圆圆的。你赶快再站起来，你赶快再站起来，你们两个人的身高好像有点像，他们一样。妹妹，咱们赶快叫爸爸。我不要。妹妹不要。那弟弟，叫爸爸。叫爸爸。嗯。我也要叫爸爸。对。对对，弟弟，其实我觉得啊，你跟那个水电工叔叔越看越像哎。哪有啊？我跟这个叔叔长得根本就不像，你看清楚了。哎呀，这两个小宝贝不知道怎么了，叫都叫不动。那不然爸，还是麻烦你叫爸爸。啊，哇，好啊，爸爸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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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啦，没，我们家爷爷爱开玩笑，别见怪，别见怪啊。开玩笑的是不是？哎，吓死我！我就叫爸爸。麻烦你啊，爸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小宝贝的。叫你们去叫爸爸都叫不动，没关系，我来。那个儿子啊，水，哎哎哎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房门口，吓我一大跳？不是啊，你是不是有找水电师傅来修理什么东西呢？对啊，我们家厕所漏水啊，我找他来的。哦，那边啊，好来来，老婆来，我来处理。没先跟我说嘛？哎呦，忘记跟你讲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来处理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啦，刚刚上一个客户临时取消，我就提早过来了啦。没关系，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的厕所啊，三天两头就漏水，帮我们把那个厕所修理好，不要再漏水了，漏水就是漏财。好，哎，就是那里那个狂喷啊。啊，你们两个小宝贝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刚才请你们去叫爸爸都叫不动。不是啊，妈妈，是弟弟啦。弟弟说呢，我跟那个水电工叔叔的长得很像。才不是嘞，是妈妈，你刚刚叫妹妹叫爸爸，我就以为说，以为说那个水电先生是妹妹的爸爸。对，你就是这样说。是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？哎、对呀、啊，误会很大哎。马桶我修好了，这么快？哎，谢谢你啊！不会啦，以后啊，水管不通，马桶不通通，以后有问题就来找背锅水电工。谢谢背锅水电工，没问题。啊，下次我们家哪里不通就找你来通一通。好啊，记得来找我哎。谢谢你啊，拜拜，谢谢啊，路上注意交通。对，注意交通啊。两个宝贝啊。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你们两个都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贝啊！对呀、啊，每个孩子就算不是亲生的啊，哦，你们两个当然是我生的、啊，拜托。我是说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但每一个小孩一定都是爸爸妈妈心目中最爱的宝贝。就是啊，你们两个就是我们最爱的宝贝，而且你看看我们长得这么像。我跟你不像啊，爸爸。最像爸爸的是我。你们都很像，而且最像的啊是爷爷，常常不正经、爱开玩笑的个性。我？就是爷爷。就是你。对啊，不然他们怎么会这样？我哪有爱开玩笑？我是家里最严肃、最正经的。你们看我正经的脸哦。太震惊了。